炸的你那么好。有啦，我小鸟，哎，哦，看，怎么鞋子湿了？你看。好，老公，带他走。OK 的话，那就那个他们难吹，吼、哦，难吹啊！那你干哈？哦，谁跑？你这个比较难的，觉得？我吹吹看。有。准备一下，不要玩。太恐怖了，真的。不要玩了。我可以给你借手机吗？可以。在哪里？在那个慢慢走。
后面给你照。坐好好啊。旁边要照相啊。来给旁边照一张。快开了，快点！
不行，妹妹，你看妈妈还戴帽子啊，戴上去，太热。还给我说，那么热，快点来戴，热乎乎的，又不是一模一模的。妈呀啦吼，然后看到我就跟她说，妈妈，车子走啊，车子走啊，妈妈，车子走啊，为什么不车子走嘞？阿姨弄那个莲子给我们吃吃，这白盒呀，好啊，你看哥哥大眼睛跟你交换好了，那我就变成一个绝世大美女，绝世大美女，绝世大美女，我有了，好啦，谢谢。那个啥，那个帅哥，我用那个葡萄原汁来啉好无？好啊，我啥物拢会啉哩。哦，那葡萄原汁喝起来很像那个酒的味道哦。哦，真的？什么葡萄酒？我不知道，人家送我们的酒居然有那个酒的味道。我才酿葡萄酒啊！哎，我这个是我今年酿的醋，四月份的，你喝喝看看。你先来往来个掺醋了，要不要？还有蜂蜜，还有有机冰啊！这一颗是我们。我们雾峰的凤梨哦，很好吃，很好吃哦。对，雾峰的凤梨很好吃，好好吃。他昨天买几颗回来，好好吃哦。你到我家哎。嗯，看我试试试。我前边不是雾峰。雾峰的凤梨好吃啊。雾峰的凤梨真的很好吃。雾峰很好吃，我知道啊。我下乌山拢凤梨，但是我前边的还是蜜凤梨。哦，对，台南的。其实台南关庙的凤梨蛮好吃的。关庙。嗯。你吃一口。妈咪帮你，就一定要靠那个，他喜欢洗澡啊，就会喜欢游泳啊。卖拍谁？卖拍谁？卖照，帅哥，摸照。哎，你尿布撇开。妈姐，你怎么尿布撇开？是啊。哎，困你个毛个包？困啊。有那个毛个包啊。都来加一加。来，喝汤来。我怕他给他选到碰城来，我来马上翻。那你靠鸡蛋啊？碰城哎，六百块哎。我来套油添，就受不了。结果我后来没去拍就生了。我还把脸拍。哎呀，还去拍一次啊！那时候有穿的多漂亮，化妆哎。还化妆哎，这个人我还跟他说我来拍一个不要穿衣服的，他说对呀，那去照相馆人家不会帮你洗。哎，来尿布脱掉来，你乖啊，啊尿布哎，继续。你呀，你要吃饼干吧？你呀，想说去死，让他很害羞这样子。这比刚刚比你个风格小。伊人拢讲伊老矮啊，你呀，叫哥哥去死进来，好不好？叫去死进来。
好不好？叫你阿姨 kiss 一下。我想 kiss 啊。好不好？要不要？来给阿姨 kiss 来。你阿姨 kiss 进来，来，你阿姨 kiss， kiss 看一下 ，kiss。嗯。你看哥 kiss 去。好，来哥哥 kiss， 亲一下。哥哥。亲一个，亲一个。亲一个。哥只要有车子就好。正常。他还是男生的，我觉得还是有那种男女之分，你有看到吗？他还是会喜欢洋娃娃。对，囡仔生嘛，比较囡仔生惯习。哥哥，好吃，好吃，好吃哦！你要那个熊呀，他跟那个熊又有伴喝，比较囡仔生喝。你要这么早给他去啊？他比较囡仔生嘛，那你多喜欢玩伴？对啊，那你怎么办？妹妹，不啦。在看鱼啊，对吗？妹妹在哪里？在哪里？你要给妹妹亲过来。这样。他们刚开始不熟，现在玩一玩就熟。久了就熟了，他们两个语言只有他们两个懂。那这样怎么办？哎，别在打鱼饵呢，那鱼饵夹着呢。夹着小可的。无，我讲你即摆给他。吓死了，这叫做。这个在水母上死。真的、哦，鱼也会长萨斯啊，恐怖！还传染嘞？是叫大家要传染。好恐怖哦！好不好玩，妹妹？好玩。好玩，你买好玩哦。我们这个比较好玩，买来好吃。哦，小心啊！哦，小心。你前后你顶看，你着司马光打破缸。破缸。你若飞到我昏去，下次不要再来。你当我做司马光了。阿伯，我下次不要再来。你当我做司马光。司马光打破。我打破缸子。哎，你巴肚看下，我无血鱼遐大，我血鱼足大，只用你比鱼鱼再大些，遐大。哎，我足大嘞，我很大。很大。接几号啊？啊，老公接几号？七号。那我去看一看那羽毛在卖了，卖那个杂志了。你这跟羽毛网在这里嘿？跟你讲哦。你跟羽毛网在这里哦。妈咪呀、啊。宝宝跟你在这里，妈妈去来上厕所，好不好？好、哦。我刚才坐到鱼竿还是我不是？我没有。妈妈在这里上厕所。吃屎！你看我爬这么高的，我爬很高哎！哎，不行了，我要好高哦！我要下来了。你要上去，你自己要想。厉害啊！说得奖，得到他的中奖啊！只是说你跟我们玩太危险，不要这棵树，因为。你没有力，太能量的力气，所以你的话没办法爬那么高，所以就会造成意外。这个问题是你可以爬到这里吗？没办法啦，很危险。你看，只有我自己这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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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还有肉。妈咪找垃圾桶给你去丢。拿拿，妈咪包起来，包好好。包好啊，那你有垃圾桶？看到，哎，可以这样。要你。在当学生的感觉也不错。是小便哎、欸。希望以后于慕容不要念私立大学。不对，私立大学。背去丢掉好不好？好不好？背好，抓起。这母的，它最后的那个东西有最中间的地方。牛牛。哦，那对啊，那个早上可能就可以吃了。那牛牛。背先，背先。我要照顾我们两个啊，你说早安。去看杨妹妹啦！好，你打。这边做啊，这边来这都没办法。哎呦，你们家真要死！
狗是羊妹妹，你讲绵羊，大外绵羊。大外绵羊。来，木老狼给他。哎呦，好恐怖哦！好恐怖，对呀。啊，挤成这样不得行，赶快给他照快点。来，你手，来，打开，打开，给他吃。我等一下用手洗。还没等一下擦，他在身上擦。哎呀，木老不该擦他身上啊。哦哦，马光刚照相哎，我要我要我要你啊啊，那里呢？想到那一幕，刚一整他嘛，不给他不给他。快！要给他吃。啊，你们要再给他吃，快呀！妈咪给你照相，你跟杨妹妹照相，快点，快呀！你过去呀、啊。妹，哦哟妹，果然是妹。果然是妹。哎，不要喂光光了，喂光光，等一下就没有了，没有了，完全不倒掉了呢。不要弄那一个，等一下喂就没有了。一锅这个，妈妈呢？木朗，你捡去给他吃。木宝本来有一颗开始就给我，你不是这种吗？有啊。他这个不知道是什么做的。杨妹妹。这样看就好了，你也是这样丢啊，你又不敢拿。你敢先这样子放在手上讲？那个声音好像人在讲话。木老，妈咪捡起来，你要给他吃，你拿地上的。他的要命，他又不会吃你的手。好哦，有羊大便。你看，木老，你看，哦，这个好吃，那么好吃啊，怎么吃那么多？这有些内涵。阿炳，羊妹妹还蛮温驯的，如果是其他动物，早就把你咬下去了。你要捡起来给它吃啊。
然后气质沉闷的德性。你吃吃看就知道。等一下啊，不要过去啊。刚刚我姐带一颗鸡的。它的毛还蛮油的。好，不行，轻轻摸它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它是你的好朋友。这我们留着，留着再给它。呵呵，饥饿成这样了。慕容，你拿个手，你手手给他吃。打开手，打开手。给他洗手，给他洗手，给他用那个矿泉水洗手。看过了，不好看。慕容，最后。好不好啊？都搞不清楚是谁。好了啦，摸摸好不好？这些留着。摸摸它。哦，那里哦，那个颜色棕色很好。它的颜色不一样。哦，你这里。看到色桶，快点。不能弄啊。不能拿，快点啊。打开呀，关起来。这个毛好粗哦，然后这个毛这个剃过了，它的毛剃过，这个没有剃。这个没有剃，没有剃毛啊，没有剪头发、啊这个。这个有剪头发，这只没有剪头发，所以它头发很长啊。你看这么长，要不要再给它吃饲料？要，妈咪剪。没关系啊，他现在我吃。羊妹妹会咬人吗？羊妹妹不会咬人、啊。这里来，这里看嘛。这边还可以喵喵。你摸他的头头，刚刚你在摸他头头，不要走了。同意他写下来吧。啊？他写下来吧。刚刚训练一年是2年的时间，那训练过的牧羊犬
像这样子贴在杨先生的口上吹。所以大家不要以为杨先生嘴里面在乱吹口哨啊，其实是有口令的，一共有12种口令。那牧羊犬要学会辨识这个口令，才能够帮我们管理羊群哦。好，有了牧羊犬的帮忙，我们的羊才能够放牧在外面，要不然收不回来的。你看，我们人哪有办法满山坡这样追羊啊？哎，那牧羊犬的体力。很可爱哈，好像那个西装的，四脚朝天走。好，其实这个绵羊没有办法这样直立坐上来，这是牧羊先生利用技巧把它扶上来的。所以没有扶好就逗桃腮了，会跳妞妞啊。不过真的很可爱哈。好，怎么数羊几岁？不要那剩一万龟。这羊300多只，有一个人在纽西兰比赛，一个人1天800多只，很快，这是小绵羊。那这个。收件还是有人在纽西兰用的，但是比较慢，这个大概一个人1天200多只羊，但是是下水用的，不是扫刀剪是传统式的剪法，只有在会下雪的农场才有，因为用这个剪非常的慢，但是剪过以后底部的毛可以留长一点，预防当天晚上下雪给羊保暖用。它现在全部都用电剪哦，因为电剪剪得非常的快哦。OK， 这个打雷都白沙香的地方。好，这只羊蛮活动的哦，所以我们会小心一点的哦，因为它绵羊都贴在地上休息，所以肚子的毛呢要卖比较便宜的价钱才有人要买去处理，当然处理过后还是可以用的哦。慢剪，一般来说一头羊一年可以剪2次，也就是半年左右它的毛就可以留得很长，可以再剪。那剪下来的羊毛经过无菌处理以后，可以做羊毛被、羊毛枕、羊毛内衣，还有带的羊毛都会留在表演台。那观众朋友有兴趣的话呢，可以来搓一搓、揉一揉，还会有绵羊油跑出来。那当然也可以免，很快哈，看得不过瘾哦。好，哎，真的光溜溜的哈。有一天啊，有一个那个阿嬷，她站着跑来我面前跟我说：“哎呦呀，那个阿伯啊，这样把这只羊啊烫到光光哦，啊你刷电啊，那个没关系哦。”哎，大家不用担心。依照动物学家的研究，绵羊本身有3重的保暖功能。哎，那个青青农场啊，咱来观光客哈。哎，我们也在现场，丢掉一个那个观光客的包包了，我买单。热的哦，对啊，蛮好喝的。什么？妙妙妙妙。先蹲，先蹲下，蹲下。哎，对。站起来了。站起来。我就到。你没有穿尿布哦，你等一下跌倒，屁股就会很痛哈、啊，木老，自己站起来。你都没得看彩钱，你也扛起。然后上去，人先走过去。先加油，抓紧紧，抓紧紧，这样来看妈咪。不来，慢慢来。小心啊，你自己要抓紧紧，好不好？对，我要下来。好不好玩？不会，这个不会掉下来，这个你就踩着走都不行。
哎呀，好棒啊、哦！谢谢。阿姨们，阿姨的哪里大？正义哥哥是哪一位？跟阿姨说，正义哥哥。在正义哥哥。正义哥哥去哪位？这你正义带到了不好吧？惊。拿给正义哥哥，拿给正义哥哥嘞，正义哥哥，拿正义哥哥嘞，哇，拿给正义哥哥，正义哥哥，拿给正义哥哥，正义哥哥嘞，好，正义哥哥在哪里？哎，这里，正义，正义，哦，六十岁，六十岁，正义哥，谢谢，是，哈哈哈哈哈哈，来，布朗，这个拿给妈咪。妈咪，好，好，你自己擦。好，好，谢谢你，生日快乐。从此你要长大了哦，哈。好，你要吃，还有两个还没有拿。木老，这个有后悔的。这边提。这个拿给阿姨。阿姨是哪位？拿给阿姨。哈哈哈！你没有拿给阿姨呀、啊？哈哈哈！他知道，拿给爸爸吃。拿给爸爸，拿给爸爸。哎。你放屁！哎，今天谁来呀？哎，今天来木龙。哈哈哈！啊，木龙，拿给木龙，这个拿给木龙，这个拿给木龙。木龙是哪位？拿给木龙来。这木龙吃的。这个木龙。两个都吃了，你看。木龙是哪位？木龙是哪位？你没有跟我说吗？这只啊。木龙是哪位？你说。木龙是哪位？木龙是谁？木龙是谁？没有。你说什么？啊，好有病啊！木龙是哪位？这是哪一个是木龙？赶紧被加一个，赶紧被加一个，被压去别量。哎，他那种裸配的。为啥不搞呢？我怕割了割了，那还能不搞？要割死了我，而且他背的。人生生日快乐，哥哥听。我给他赔的。生日快乐。哈哈哈！他讲好事了啦，你写要告诉你。大家都要吃了，快点啊！啊。蛋糕是吗？姐姐，日本蛋糕。哎呀，还有我们是狼帮。那个是你的。日本蛋糕我是狼帮哎。哇，哥，你没有包红包给我，你还敢说？哇，天母，你照顾我这样子就可以了哈。你说你没有包啊？蛋糕好吃哦。哎呀，好吃了。好吃了。好吃啊！你看这蛋糕好吃啊。这奶油我感觉蛮歹啊！伊会要揉因两个来。嘿啊，伊这就要揉因两个啊！别甲因两个揉啊！大哥哥，大姐姐。他怀照。对啊。你快点吃哦！你要把蛋糕吃完啊！今天你一定要把蛋糕吃完。奇怪了，老公，你衣服脏脏的，要照吗？因为我们昨天晚上才去照啊，照全家福啊，去照艺术照。全家福对啊。所以我炸一点蛋糕之后，我妈妈怎么吃啊？我觉得棒。赶紧，大哥你快上饭店，赶紧快点吃呀。小颗粒有买只，我今天买只，我拢无敢勉强。哦，你买只个大十二寸的呢？哦，好大啊！啊啊啊！
如果等一下你要切一个给阿嬷跟阿斌阿姨吃，好不好？还有雅竹阿姨吃，好不好？啊，还有北哦，都还没有吃上，把蛋糕今天你生日要把蛋糕全部吃完，就是长大了。啊，请客请客没？要不老姐？哎呀，老姐，我来，你不切切，你老姐刚刚在忙呢。哎呀，你讲讲。哇，你两岁生日啊，以后要比较乖一点呢、啊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木老，你姐，你姐以为我老是在怎样？哎、欸，我怎样？哦哦，老是好不要脾气，哦，当不要不要脾气。